的地方，超级欢乐的排练氛围，这就是哈萨克斯坦民族乐器。尽管啦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吧。Hello， 我们友好的哈萨克斯坦朋友，我感觉我也快爱上冬不拉了，太帅了。今天就是演出日啦，走起！我本来扎了两个辫辫，后来觉得侧面看有点太幼稚。下次见。